家好，我是吴芳婷，我来自台中市鹿寮国中，现在就读达德商工电子商务科。我想就读电子商务科，是因为杰出志工沈心凌运用在网络平台、摄影等等，运用网络帮助弱势族群推广他们的产品到国际上。未来我想和他一样帮助弱势族群，以及继续升学往新的国家、新的城市发展。